Facebook 社团路上观察学院，时常有网友投稿各种在路上观察到的趣事，而近日就有人上传一张 Hello 市场方寸的路牌，并自创搞笑对话 A 你是在哪菜市场摆摊， B 是在 Hello。 贴文一出就引来超过3000位网友点赞，并称赞这标题下得不错。不过就有眼尖网友发现，发文的竟然是曾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2的歌手赖明伟。赖明伟现身社团，让众多网友都相当惊讶，纷纷留言由赖明伟给过，明伟不要这么好笑好吗？是赖明伟本尊内再次掀起讨论。Bye.